抽起来，抽起来，不是会有什么 reset 的那个？那个圣诞礼物要关掉吗？我记得那个 APP 有圣诞交换圣诞礼物，没有交换圣诞礼物。嗨嗨，大家，为什么上面有红包？上次没有拿，没有抽完。什么？耶、yeah ！上面有红包，有三个红包，按按掉。瞬间把红包都发完吗？不是啊，他上次的吧，应该是没了。欸、有哎、欸，有红包、欸，竟然有，乱花25块。那你们不开一下自己的账号进来抢吗？什么意思？这不是只有这只账号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我们自己哎，37，我自己最高，现在最后一个。什么意思？上次没有，上次大家没有抢，歪、欸、掉了、欸。你们已经开了？哦、对啊。对啊，那你再开红包这样。对对对，我已经开了三包，我们现在他三包没了。你最后有找到音乐吗？不然我要随便乱按。就我吗？我就是刚刚那个随便乱播的。那我随便按的，你随便点。我们不战斗。那你要猜了。好。你有找到吗？没有。嘿，你们这很生活感这画面。不然呢？要很正式感吗？欢迎收看今天的直播 ，AK48TV 直播间。我们今天要来抽1月生日会的位置。史上最干。耶、yeah ！我的反应能力比较，反应时间比较久。没关系，这场就让我来废话。凑满一个小时，我在那边当吉祥物，吉祥物很大，小帮手，应该有比上次好一点吧？上次比较干，是吗？我上次我也在讲废话，谁直播谁干？对啊，这个是等一下要丢下去的签，有100号，20抽，对，那你要放在上面吗？那个板子。对，等一下要，你要贴在后面吗？都可以。还是你要拿着呢？你觉得呢？我感觉我像没事一样，那我拿好了。还是你贴在后面，然后等一下可以贴。可以啊。下次。好。谢谢文手礼。陈志雅正在直播，我不想看。晚安。那我们费个5分钟再丢钱。那我现在先睡了。跟大家分享，生日水水，这叫什么水？幸福水水。它是本来外面这里就突突的。对啊，这今年来的就这样突突。今年的突突的，它厚道，粉红色的。需要先业配一下吗？业配什么？业配水。最近有业配需要业配的东西吗？都结束。生血针刚结束了。生血针刚结束。对，刚刚6点的时候结束的。还可以业配什么？握手会。哦，握手会。到3月都要业配握手会啊，到2月都要握手照会。合照会你要业配吧？谢谢比心。我是26。喝了会变熊猫的，喝了会变熊猫。我们还没有讨论，就是生日会到底要穿什么。对，还没有讨论吗？还没有。没有，我一直要问啊，但是我一直没有问。那你们要现在讨论吗？对啊。干嘛？因为我上次就是那个拍那个周边的海报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要穿什么衣服。有吗？你要说什么东西？生日会啊。好吧，反正大家就随便穿吧，随便穿吗？可以选的颜色之类的。什么颜色？你要穿公主风还是要穿什么？不要再红色。不要红色。你上次穿红色吗？是。不是一月新年就要穿红色？我上次去年是穿红色，去年是穿红色，红色的搭配。
今年新年在二年啦，所以二月就上架了。过了五分钟，了吗？五分钟对。那我们来一张一张撕掉，开始。你记得要说明哦。说明什么？他们不知道什么。Hello， 大家，这个是那个你们的生日会的编号，应该都有收到讯息、简讯、信件、email 的编号。然后等一下就是会抽那个第一抽、第二抽，抽到二十抽，就是你们一月三十号当天的座位前后面的顺序。对。然后我们先让你们看我们没有做的圈，我们等一下会丢进去哦。还蛮香的，我喜欢蚊子的味道。是普通的纸。啊，你丢什么东西？掉进去，捡不到。好，那我们就说那个号码，就是一到五号。要折折啊，折一折就好了。对，那折丢。如果这些钞票有该有多少？我也想要，我也想要。那我们没有啊？嗯，好好好。我要混着丢，这样才不会。五一到五五，一到五十五号。新方式哎、欸，新方式没关系，反正丢进去都是会回来一次。两折，我折两折。六到十号，太小张的钞票。我说如果他是可以是支票，支票好像也不错，支票也没那么少，那个什么兑换券，哎，六到十号，好，五六到六十，十一到十五号的朋友，像那个乐透，朋友们现在要开始为自己。说好话，现在要开始说好话。积功德，对，六一到六五，说好话要不然年底的时候就会回到自己的身上。他们已经用功了，造口业。十六到二十号，生日会座位。六六到七十，有人问穿黑衣服的是谁啊？妮妮啊，我是二期生妮妮啊，林佳妮，然后一月十六生日，所以我现在也在这里。今年已经十六岁了，我今年十九岁了，当然，我们两个生日都过了。对啊，二十一到二十五号，不敢看自己是几号。七一到七五。七十一到七十五号，可以先说，这样说不定等下会抽到的。对啊，二十六到三十号，平常心，平常心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第一排是几到第几抽？第一排有几个人？五个吧。看游戏安排。看游戏安排。七六到八十。但是都过的生日会，对，很正常。八五想要第一排，这样许愿有用吗？我等一下看到八十我就丢回去。现在三十一到三十五号，八五吗？八五在这，要丢掉吗？放角落。八一到八五，哦，八五不见，八五拜。今天有好好说话，我把那个八五那一角撕掉。那这样跟他同个排名就很衰，那就八五那个数字不见了。那我们大家记得去虾皮投票，大家记得去虾皮投 AK48 TTT 36到40，86到90，飞这么多该 欧 一波，大家有飞很多吗？有人山顶的吗？公演在山顶。山顶。有啊，工作人员都在山顶啊。可是二月的还没抽完。对啊。要看看生日会衰不衰这样。
41到45号，我剩两张。91到95，我剩一张了。公演多少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我们差不多平均。最近超飞，我刚可能超牌的。46到50，最后最后两张，最后96到100。结束，十分钟经过，超快，速速就把这一趴解决掉，速速，我要有效率的进行这个活动。你这样，你这样很多时间要混哎。对啊，我们这样还有50分钟要混。抽一个，然后看这一个区间有没有人出来会问问题。超会，那我再丢回去。先，反正先。洗洗，这样洗得到，还是你伸进去捞一捞？哦，超空的，好痛！我一直在打打边边，这样子太大，然后还不知道边在哪里，就撞到手。边其实超少的，二十个圈子超少。两位都是可爱担当，谢谢。那我们先贴吗？要贴的吗？我来了，我上去点了。好像可以下来。这球球，哎呀，球球，把它贴到上面去的话，来了。好，身高的时刻，身高优势。其实我们两个都蛮高的，算高了吧？跟我比的话，跟你比的话很高。我不要贴太紧。可爱担当，你是可爱的担当吗？确实喽。这样吗？再下来一下，这样好像可以了。对，嗯。请问大家这样看得到那个数字吗？大家会不会视力不好？一个人后面在其他前面那个截图，然后放大那样就看得到。不然就自己回去看回放。这声音是闭的吗？不告诉你。可以下来的，不要了，都贴好了。我们等下可能太激动会站起来。对，视力整形。来，这个是这边，这个是什么？上还下？十。答案都不是，是十。你要左还右？上。等等还是会拿下来，等等还是会拿下来。月亮丹丹 ，Hello。先乱抽，我没有要那个。突然可以把镜头拉过去、啊。最后一抽，你最后放的那一张。哦，这一张。希望你等一下第一抽也是被抽到、哦。对啊，那啊 ，sorry， 我上次我记得去年表演，就是我是跳着抽的，就是我说我要先抽15、10，可以啊，就从中间、啊。好，你想怎么抽就怎么抽。反正最后收到的才是位置，对对对，就可能你虽然第一抽是谁，但是他可能是最后一排，好可怜啊、哦！这应该不至于吧？一开始就那么可怜吗？指定好啊，反正没有填问卷一定是最后一排。哦，谁有谁没有填？谁会填？谁会填？现在立刻。刚刚那张是那个测试，好可怕！那是不是先抽个随便先抽个一抽呢？你喜欢什么数字？八，那我们从第八抽开始。好啊，我们交给他的那个。现在要抽了吗？先抽一个、啊，我们先定五个人的生死。你今年的运势如何？先定五个人的生死，这是正式的哦，正式的哦。第八抽，第八抽，好可怕！先看。哦，什么96到100吗？我要来现身哦。噔噔噔噔，6到10，哎、欸，很前面的号码。对，第八抽，第八抽，第八抽是不好不坏，中上，还算前面了，还算前面了，对啊，还算前面。有吗？有人抽到被抽到第八抽吗？有，才5个人而已，不是吗？有6抽，有6到10号的有问题吗？
六到十号的是谁？六到十号，不上不下还行，这比乐透还刺激。新年呢就要这样刺激。抽中了，哦，恭喜恭喜，第一抽就抽中，顺利抽烟。我们等一下抽完再一次再过来。对，超小，字超小，因为我们要那个进化换，这样其实如果你们希望。希望我们的脸这么大的话，那就这样子吧。等一下我们激动站起来就没有头了，头不见了。看得到头了。欸，这样站着好像蛮刚好的。现在是哪一抽？刚刚那个是第八抽，六六到十号。站看不到后面。那我往后站，往后站就刚好。那我要选择一起抽吗？先把前面的抽掉，那我抽六，第六抽是牌，就是牌，对，第六六，我摸一次，噔噔噔，哦。好，一到十号已经出来了，大家。前面的朋友抱歉了。哎，怎么办？前十号就这么轻易的出来？哎呀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他们拿的抽选编号也是随机的。对啊，很酷吧？第一次参加中第一抽比较好嘛，第一抽的位置当然比较好，数字越前面越好。嗯。这个抽，对，第几抽就是第几排，就是会比较前面。嗯嗯嗯，没有这么多，比较浅，没有二十排。那个场地没有这么长。是。晚上好哦，晚上好。大家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吗？在今天我们难得两个人到齐，要不要再摇一下？他不相信我们，不相信我们的手气。可是刚刚你们是交叉的隔进去的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已经交过好几次。这太刚好。太紧张了，消化不良。欸，是要多紧张？对，要冲哪里啊？再我冲个夹心饼干好了。七，七号，六七八，第七。直接抽最后一抽，那等一下抽。其实也可以从最后抽往前抽，大家就越来越前面。来喽，第七哦，七哦，第七哦。哦，是后面的朋友。八一到八五，八一到八五，第七排，好，不是第七抽，好前复习。你说你担心会跟去年一样吗？去年的那个早餐是绿茶还是奶茶？哦，oh, 不是红茶跟奶茶吗？啊，收工，谁收工了？谁抽到了？中了！我刚刚的八十五号出来了，后面的朋友开心吗？你刚不是说？可恶！一个八五也撕掉了，一个忘记，撕掉了，一个忘记已经贴上去了。对哈，应该要撕掉的。那我不是这样，太可恶了。你收工了，好多人都收工了，突然一堆。我们都把会来看直播的人都抽掉了，那，啊，等一下就没有人要看我们直播。可恶！这么突然就收工，那再来呢？再来就是要衰竭了。所以早上有看到谁摇签是用那个勇往直前在摇，那个，然后就差点被那个脚戳到。欸，这个抽到很痛，这个香橙很尖，很重，很扎实。想想哦，我们应该让比较衰的可以比较早回去休息，所以我们要抽后面的位置。好可怜哦。那个比较衰的要早一点回去休息的，那就。十八，十八吗？十八，倒数第三哦。十八，其实你可以拿个椅子，放箱子啊。来了，大家不要预测一下，预测一下，预测一下谁会中？哦，报名牌吗？十八不要你，十八不要你，第十八抽到这里。你的号码是多少？你号码是多少？
我现在已经看到，不要讲话，不要没事。肯定不是你，肯定不是你。那我要说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哦哦，那个是谁？猜？哦，嗯，哦。26-30号，第18抽。有人可以睡觉了吗？先谢谢你今天来看直播。我们先跪了，先跪了。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终究有人是要坐后面的。不好意思，那要不要更刺激一点，直接抽最后的，还是最后留最后的？吓死，又活过一抽。他们家非常的害怕，极度害怕，感觉可以放。我想想啊，要现在哪一抽呢？还是要19啊？对你好一点。不讲也休息，29啦。有29了是吗？这样是坐后面的，对，这样是坐蛮后面的，蛮后面，蛮后面的。错过100号就觉得每个位置都很好，其实没有意外的话，都看得到吧？看得到这里，看得到。哦，我们可能要穿那个踩高跷，我们要踩高跷。你可以穿两，我帮你想一下怎么踩高跷。那个，阻止住那一双鞋，超高。那我们要踩在椅子上吗？全程甚至会这样。后面的朋友，不要这样看。这么高调的吗？这么高调的吗？梅田的会在你后面，直接最后一抽入怎么样？一抽入魂，他说要最后一抽，如果抽到他，那我就没办法。如果被抽到的，就是那个、哦、那个大胸膛那一位，那一位，那个谁？飞镖，飞镖哦，飞镖，大胸膛，大胸膛。好了。如果等一下20抽被抽到的，就是去找他。我抽到了。来，可不可以先讲一下自己的号码是几号？哦，我刚好像有看到这个号码。对，刚刚有人出现过。哎呦哎呦呦呦！最后一排，最后一个。哎、那个数字是不是在前面的？我们来看看，52，45，是哪个？18。哦，有出一个是不是？有出一个。有出也是，就叫你们平时好好讲话。啊，等一下，平时好好讲话就不会有事了。怎么歪了？对啊，怎么滑到歪掉？滑到歪掉，太激动，一个太激动。现在是20抽嘛？对，好，我要公布了。噔噔噔噔噔，给你们看一个尾数好了。五，尾数是5。粘个镜头。好了，恭喜各位。41-45，有没有41-45号的朋友？二鱼笑平常。请坐最后。平常不好好讲话。哈哈哈哈。啊，那个不是我们的问题，是刚刚有人说要先抽20抽。对，是这样子。刚刚我原本想要先抽19的，但不知道谁说先抽20，那我就抽了。19跟20差不了多少呢？哭啊！差一排，差一排人头。哭啊！去看一下那五个人谁最衰，就是他带赛。后面的有没有要开始凑？沙拉，沙拉，去打那个落日小小。对，平常叫我月亮。谢谢切尔东的掌声鼓励。他害到那个。第一次来的饭，真假的？我可以跪了，跪了他。都是你笑自己去后面，请他跪下。我把那个四十五撕掉，贴在这边，这边没有位置。砍掉，还是他跟85？哦，41跟85。趴在地上哭，趴在地上哭也太可怜了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、啊。反正到时候就是还会有游戏，说不定你会很幸运会被抽到。对啊，不是说坐后面很容易被抽。凶手是你。可是笑笑有两张。两张？为什么会有两张？你买两个？就可能会就是买两张，然后他可以找别人来坐那个位置，但他可以抽奖。19抽吗？你们这么想要抽后面是不是？我穿的是生日T，今天我直播都穿的。
生日听圣诞听，大家收到，大家都收到了吗？几乎都收到了。管他还圣诞听圣诞听，大家记得那天要穿圣诞听。对，那这样他们就不用想要穿什么了。对啊，就我们啊没有穿的就知道。我们还要在那边想要穿什么，还是我们穿圣诞衣啊？然后没有穿的就知道说他们没有买。对啊，我都说好了，就可以先那个游戏的部分啊，抽到没有穿的就先不用，就不用离开了。那我要抽谁好呢？我抽十九。好，十九也是夹心饼干的部分。那十九，我们要先把后面抽掉，这样子大家才不会太紧张。对啊，懂吗？后面有朋友。十九抽。知道今天很累，可以早点睡觉了。对，可以早点睡。其实我觉得钱真的很少，因为一直摸到边边。来，噔。哦，好像有看到，哎，刚刚有人有出现这个数字。我记得有，但应该已经很上面。昨天就上面，第十九抽喽。对，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？再过一阵子就会有的数字。十九岁，懂？不要，请给你好运气。有买就有好运气啊。没关系啊，看前一排是谁。哦，21到25号，请问有21到25号吗？噔噔噔噔噔，唱好运来增加好运。又不是原子组。有没有人已经可以睡觉了？刚才这么早睡吗？还有十四个签，我们已经进行快到一半了，还有十四个签，其实我们蛮会拖时间的。以下妆的速度来讲，你们真的有人下妆了，下妆，找原子族来唱好运来。你说我们生日会的时候，他要在后面 BGM 吗？不要吧。其实不要给他麦克风，其实不要。我下次那个，如果 NC 他还要讲话，我就先把他麦克风收起来，先关掉。对不起，你不该乱讲话，讲完直接死就抽。你们才有乱讲话吗？现在就是抽签这个东西，就是要保持着平常心。通常你只要一期待的，就会不见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。咦？好吧，那我们速现在速再抽十，第十抽，我再往前。第十抽，这个放什么出现的？不需要麦克风的人，要直接开吗？第十抽好像也还好。6666，二阶都害人坐最后面，发现后座的人都很熟悉这样子。第十抽。56到60，56到60号，刚不是应该抽第一抽的吗？没有啊，第一抽这个是大奖，这个是要留给那个看到直播最后的。平常就要好好讲话，安全，大家都蛮安全。对，中了，是正中。中了，恭喜丁某，还算蛮前面，还算蛮前面。那我抽十一，不上不下的一个位置，我抽十一抽，感觉要没钱了，根本没有钱，是强子。最后的朋友们，快要最后的朋友们，还没有出现。怎么第二抽就被抽了？你又要看到最后。第十一抽，91到95号，十一抽，抽到十一抽的人，你就想想那个刚刚18到20抽的人的心情。
你就不会觉得这么难过。山腰的朋友，没有生日会哪有山顶这种东西？没有，那个是公园。安全，没事，被抽到。生日会只有入场的时候爬楼梯而已。那你坐楼梯好了。对对对，要下楼梯。没有填问卷，直接坐楼梯。坐楼梯，坐外面的。外面放两张椅子。直接见送，见送席。来到学校中间。下班了，下班了。恭喜老师。丁老应该是十九。你说什么？这个十九还是那个数字的十九？应该是抽什么十九？还没出来，十九还没出来。两张票在隔壁，8485，那出来，那你带谁？你是随机的，随机的，太可怜了。如果你是8586的话，他就有可能可以坐到其他地方。对，你竟然抽到那个一样。休息室，休息室不开放，大家。你是第十抽，低毛是第十抽，对，偷了奖是那个吧？七还是六？七。第七抽85号，圈内跟圈外。那接下来九，我直接填空。我都把中间都先抽掉了。来，我来抓。还不想休息。第九抽，第九抽，手上的球。哎呦，零号。哎呦，零号哎。连在一起。来喽！被你带赛，你有带赛吗？第七抽其实蛮好的。51到55的朋友们，51到55，然后加56到60，哎，51到60的朋友们一起做，就是开心又见面了。没事，没事。其实这边抽到都可以蛮开心的。对啊。那前五抽就先留着好了。所以就先往后抽。往后。往后抽的话，16。16抽。18抽，小星星。16抽，吉尼的生日。哎，对。16抽。噔噔噔噔。666666666，有谁还活着的？人数字有六的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16抽，第16抽，对。噔噔，61到65号，六开头。有人要下班了吗？我可以下班吗？你可以先吃个零食这样子，吃个零食配直播。你的都被抽完了，你也是两张，在准备嘲笑别人。62下班，究竟今天的头奖会是谁呢？继续上班。两个人挂了，可以再回去上班。都蛮前面，19抽上，来吧，接下来抽你的生日好了，14，对，14哦，哎呦，有没有后面的朋友，后排的朋友，不是后排，后面一点数字的朋友，14抽。14抽咯，跟累积前辈朋友一样。我的生日96到100，前面空着好难受啊！前面空着就是要你难受。前面的那个剩下的几率越来越小。卖来，96到100有吗？大家？谁？小前辈不能站着。好吧，那你就
还有想要什么数字？给大家看我的手机壳。给大家看手机壳，可爱。是狗。对啊，我家有四只动物。四只？嗯，自己印的。真的有四只吗？去宠物展做的。对，这四只。真的有四只哦。嗯，很厉害。怎么有办法养这么多宠物？我养了一只，我就觉得我家的猫很欠揍。你说欠揍的猫？小葵跟阿信没带你飞。交代。脚都撑不住了。弟弟吗？对。要介绍吗？弟弟 Coco Kiki 橘子。36分，我们要加速。结果我们以为会成长结束了。第十五抽。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还右，第一个出现的就选左还右了。十五抽。左边，右边，大家都不说呢。左边，右。左边右。第15抽。第十五抽，恭喜下班，恭喜，看到第二摊，那就抽一下前面的朋友，好，第五给你选，第五还第四，还在，现在还在左的是有延迟是不是？那我也抽两个，左还一个，我们要进行下一个环节，第几？第五抽，左右，这是右，这是左。第五抽，对，右，不要到后面。夏夏还活着吗？现在不是下班了。哦，有开头了，有没有后面一点的朋友？结果还是飞了，呜呜。哦，找规矩。来咯，来吧，66到70的朋友，第5抽，6到70的朋友，耶、yeah ！你要害人了，早葵去了哪里？早葵，葵葵姐那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坐在后面呢？她怎么可以坐在后面？安全，我们应该要设法想一个可以挑人的游戏，这样。下一位、我要那个不能黑箱，我们公开黑箱就不叫黑箱，公开没有黑色箱子就不是黑箱子，没有箱子就不叫黑箱，我们是公开的，刚公平公正，是66到70，第5抽，小葵15抽，小葵姐几号写出来自己贴在最前面的哟，31到30号，像你很危险，后面剩一点点了。第0抽选，特别是在家，你在日本，日本的朋友，17抽选，那我们第4抽，好，哎，紧张了，第4抽，要掉一堆出来，有点要掉一坨，掉了，第一个掉了。等一下，如果签不见，不能算我的、哦。第四抽，前面的朋友，从今以后粉丝会好好说话，听你们在说谎。还有这种抽法用到了。
姐姐很怕，姐姐很怕少签这样子。刚刚你们是好有一张张丢进去的。对啊。五，九九，五，七十一到七十五号，第四抽。四抽，谁是谁？你好好说话啊。少签麻烦了，少签重抽，想得美。没有，首先没有重抽啊，就是看少那一张用写的，用写的直接写上去。感谢你 CKUNK。陆锦霄现在说少签也不错，是因为他是最后。对，真是太幸运了。可以抽到最后也是蛮幸运的、啊。嗯，那我抽个十七好了，还空一格在那里。好。抽吧，保密到当天不说你中没。我要拿第一个掉下来。连两个月第二次抽呢，哇，你真的很幸运呢。叫你平常好好讲话。一定不是我们来喽。我们是混着抽的，那不是平常抽的吧？零，一到零号，八，哎，出来了，七六到八十，好可爱的水瓶，这个是参加生日会就会拿到一瓶，对，幸福水水，十七抽哦，各位十七抽，拿到两瓶，一个人会拿到两瓶生日水水，你可以喝到明年生日会，十七刚是十七。当时是十七抽，啊，不能放到明年，可恶，不能放到明年生日会，2021年要喝，可以放到我出道一二年，一二二一，对啊，那就是那一天呢、啊，2021/1/2021，对，好多一跟二，我们二周年，不是零就是五，废话，尾数不是零就是五，当然、啊，不然呢？放以后还要从一千一张抽一张抽，会抽到十。是不会抽到十，会整理到十而已。就是第一抽83号，就是要放100格这样。第二抽50，可是水过期不可能直播要那个延长到2个小时这样。水过期会怎样？水过期会怎样吗？会溶解，还是可以喝吧？会变不好喝。是哦。你知道夹脚拖那种拖鞋啊，蓝白拖上面也会有写那个过期的日期，真的会溶解吗？就是它某一天会突然消失。去年的都还没喝，是舍不得打开吗？只是打开了还可以再装回去，对啊，你要卖钱，一定是都不喝水了，已经会变不幸福，没有声音了，有啦，剩很少、哦，少都没有声音，剩5抽，剩五抽，对。还有没有抽到中间跟前面的？还有没有抽到的人吗？请举手。我还没被抽到，我站最前面。我们也站最前面，我们站最前面。我们是 VIP 席，摇滚区。对。有没有摇滚区的朋友？跟我们一起许下心愿，有没有 ？Rock and roll。你说我们生日会的时候要唱，你要唱，你要唱，我等一下我帮你瞧一下。还要瞧麦克风。我帮你带麦架去。不了。先没关系，先没关系。那个造型会就是因为那一首歌就不见了。哦，应该回来了。摇滚区，你刚讲的是365还是？365。我们在上面唱365。勇往直前的话，那个第一排很危险哦。哦，会被 K 到是不是？绝对会被 K 到。说不定他们很乐意啊。你确定？带个纪念品回家。带个那个棒子回家。我拿扫把，拿扫把的，拿拖把。生日会的礼物是扫把，敲到带走的，敲到谁带走吗？然后回去还要带着那个扫把就搭机，会被当怪人。想被买家 K 到，你看他们就是终究会有这种奇怪的人。嗯，很痛哦。很痛，很痛，那个真的很痛。我光是自己敲到过吗？我没有吧。你自己甩的时候是不是有 K 到自己过？
还没有，但是它很重，但它真的就是有那个危险。那第三抽，啦啦啦啦啦，剩五个签，大家一定要穿防弹背心。第三抽，生日会的1200有含保险，不含，自己保一下。第三抽哦，36到40。我要确认一下公共意外责任险保不保这个项目，给保险打。我们加害他们这样。对。4个签，超级少，4个箱子这样子，要数他的机会，各二，25%的机会，21%真难，怎么这么难走？我们等一下再看，还有4个签。你要一前一后，一前一后，还是后面全部在前面，还是要先前面再后面？还是我刚才直接贴上去，然后再打开看是哪一个？我觉得先贴，就是先不管四个先全部贴好。嗯，然后再撕下来看是哪一个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也可以啊。那我们各拿两张贴。好，我们现在随便贴上去。我剪刀石头布赢的先贴。剪刀石头布。我先，真不愧拳王第二名啊！拳王第二名，用在这个时候，帮大家决定生死。直接贴，很刺激。直接。那我直接贴第一。好，你们要先看哪一个？我们贴好了，我们贴好了，我们没有作假，我们现在贴上去了。妈呀！我们刚刚什么都没有看哦，我们刚刚什么都没有看。好，我们去前面。我刚刚贴了，第一抽是你贴的，对，然后我刚刚贴了12抽跟第二抽，对，大家，你们想要先看哪一个？直接开一吗？当然是二抽啊，二抽吗？好，我们开吧。其实你们应该看得到，勉强看得到一点数。你贴的，好，我可以直接拉开。啊，你太紧了，尴尬。这个撕爆了。46到50号，太会玩了。我们要就是创新一点，那我要创新一点这个直播。看不到数字，看不到数字，我拿好了。来自拍，自拍，自拍模式。那我们现在看哪一个嘞？虐粉。我们那有虐，我们很光明正大呢。13啊。13吗？好。年太子乘二。年太嗨了。数字不要破就好，破一点。来了。下班，大家最后的刺激。第一次参加第二抽，恭喜花生。来吧。第13。86到90的朋友，90耶，果果耶，是果果，哎 ，Hello 国新宇，现在来看这种刺激的游戏，刺激游戏，现在已经到了最终盘，剩下两张签了，刚好在剩下10分钟的时候，那我一张开5分钟好了，那个姐姐会先那个，我现在已经在抖了，太重了，果果晚上好，那。我们两个一起开好了。好，那贴了这个。嘿，先看。刚刚粘上去的意义是？没有啊，就是先定好生死。一起吧。1、2、3。16到20。哎，我们其实蛮接近的，这个号码。但命运不同啊。
结束了，然后撕下来给大家看。好好好，来，我们回到刚刚的位置。放了，哦，都贴满了，没有什么重复，应该没有重复到吗？我们往里拍一点。零号，十八种。来，我们从第一抽慢慢回复。今天的第一抽。当当当当当，他们要回去擦眼泪，回去擦眼泪。拜拜。谢谢你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帮你抽到第一抽，是不是？第一排的人现在应该正忙着拯救宇宙，好不容易抽到最后两抽、最后两轮的人，经历了那个生与死。第一抽跟。第十三抽，最后吗？欸，是十一跟十二吗？一跟十二，期待生日会的活动。那就大家没关系啦，反正这个抽到后面还是有机会有礼物。有没有截图纪念的？嗯，拍得到，可以。截图。1月30号生日会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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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会坚强，把运气留在抽游戏，对，游戏就是还有机会，大家不要气馁，一定都有机会。所以游戏念小绿一点，这个礼拜好好。那我们可能要思考一下。扶老奶奶过马路。要拿到福利就要有那个付出代价，付出一些代价，才那个福利不能那么好获得。到时候我现场先放一个我愿意被惩罚之类的。对啊，先投这样。入场要先就是写生死状，我愿意在生日会。也想要被惩罚，什么游戏都愿意的，绝无作假，我们绝无作假，公平公正，把第一排的村庄，我就跟你讲，你讲这样子，他们就会想要退票了，签都签，不来就不来，被惩罚好啊，愿意被罚，一个星星，一个月亮。写书的写，三抽，谢谢，恭喜你。对，就想被罚，他们就是。希望今天礼拜五的晚上大家可以睡得很好。今天睡不好，还有明天后天。反正还有一个礼拜可以准备，下个礼拜六就是生日会了，记得不要睡过头。是几点开始？你要干嘛？三点还是五点？几点开始？生日会是几点开始？看官网。筹备偶像虐。不知道上次谁公演睡过头，哭诉。睡过头。哭诉。今天睡不好，还有明天后天。你们还有一个礼拜可以睡。睡不好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。等信通知，等信通知。抽签辛苦啦，辛苦啦！今天的直播，谢谢大家看到最后的最后。虽然有人很早就下班了，没迟到过不担心。你们要准备什么？准备要记得到场啊，要票要记得带，口罩记得带，身份证记得带。要穿帅一点吗？要穿帅一点吗？生日体就看你们生日体之外有什么变化。你说生日T要自己改造帅一点，是不是要加个西装外套？好像还不错。然后带一个大一点的包包。对啊，反正就是哦，的确要大一点。生日T，记得带雨伞，如果下雨就会尴尬。哦，我比较怕，我真的还蛮怕遇到下雨的。
下雨超忙。我跟你讲，我通常有我的活动都会下雨。你在雨女？对，我是雨女。你是雨女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通常出门很少在下雨。我是雨女。我们可以综合一下变阴天。没有办法、欸，今天就我今天想说今天的那个降雨几率没有很高，然后早上出大太阳，所以我就没有带伞。结果我今天快走到公司就开始下大太阳。我出去的时候都没有下雨的。负负得正，就像上次合照会一下班就是松烟一走出去见送，耶，拜拜拜拜，然后回到公司下来之后就下大雨，我想说台风天吗？我那个鞋子跟袜子都湿了。都买前面还不赖。上一次是不是也只有哪一组上班的时候有下雨？上一次吗？对啊。你说是公演吗？嗯，有一次公演也这样，其实蛮还是因为你19，我19就下雨是吗？其实我以前就很常下雨，19岁更岁。我以前的绰号叫林雨欣，雨欣。我爸说出门不能带我出去，对啊，都关在家。他说你们可以去室内啊，去室内对吧？就是那个交通过程，就是只有机车。上次二单或者会觉得刚好台风天，台风来，隔天还放假，但还好啦，至少拍 MV 没有什么遇到下雨。啊，有一次，那个很可怕，那个很可怕，那个不行哦、喔，那个不行。就是我们就是下游览车，然后就拍个照，3秒下大雨，然后那个雨大到，就是那个我们下去一下去游览车，然后大家就说。那个摄影师说：“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拍！”然后时间来不及了，来不及。结果我们出去，1、2、3，啪！那个雨就在1滴、2滴、3滴、4滴，啪！就突然下来，我们大家冲回去游览车。有那一次很扯，我都不知道是我，因为是我还是那一天的天气。哪一单啊？白天是大太阳。二单。哦。那天白天大太阳。那天白天大太阳，就那个世事难存啊。嗯，就是大太阳。然后还有人晒伤。然后后面就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下台，就是离开四四南村那一瞬间你生存那一次。对对对，我生存的那一次就是下大雨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用倒的嘛，真的是用倒雨心，而且那个就是很多观光客什么的、啊、然后就看到我们一群人就穿着制服嘛，然后一群人出去拍照，结果拍不到3秒就冲用奔跑的冲回去，穿着那个 TTP 的鞋子用奔跑的冲回去，他们一定觉得很假，我是快闪，我那个是比快闪还快闪。下车瞬间，下车的瞬间。现在是雨天，对，我希望30号生日会不要下雨，好吗？林雨姐妹好吗？为什么嘞？要让它波及到那个淋雨的部分。那个。我可以先进去吗？我不要在外面。工作人员不是冲进去吗？没有啊，你们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出来，还是要出来撑伞。对啊，还要帮你们撑伞。还帮我撑伞。真快闪，真快闪。会有很多，希望那一天去的会有很多情侣，情男情女，情男情女。看天气预报。是晴天，现在就可以看到下雨了。听说会变冷是吗？会冷吗？会冷。1月30会冷。其实下雨会冷，可是今天好像还好。今天没有很冷。嗯，再来下礼拜。哦，很冷。对，我们要开始思考我们要穿什么。你们要选白色、黑色、蓝色。你们要特别选什么颜色吗？你们的衣服是白色，两个人都是。没有，我是黑色，他是白色。那你们要穿灰色吗？灰色，圣诞T吗？穿圣诞T他们会不会觉得？他们会觉得幻灭？会幻灭吧？或者我不敢吧？我穿圣诞T是情侣装。那，你没有讲，可能大家没有想到这件事情。没有，我们想一下好了。反正生日会就是难得的日子，可以穿好看一点。还是最近有什么新衣服吗？我只有一件新衣服，可是是合照会的衣服。我上次也是问他说，你有什么新衣服的，要就是可以拍照这样子。他说好像只有一件，然后那个生日
就是生日贺图的那个时候就拍掉了。我说哦，你没有再去买一下新的谁的衣柜翻吗？他说放寒假的时候可以去帮他折衣服了，只有帮他折衣服，帮他折衣服，他就说会多很多衣服出来。哦，制服最方便。你说穿单指的衣服吗？哇哇哇！那也可以常穿，也很常穿，很常穿，很常穿。想一下，想个颜色。我最近买了新的衣服。你买了什么颜色的衣服？白色跟一个是黑色跟粉红色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直接问他。我现在就是很急，就是下个礼拜六可以借我一件衣服。随抠，现在直接大喊。没有办法救你们，那还是公司有什么衣服？你要拿那个医院生先生的衣服，汉服。哎，你们两个同一套吗？不同，不同，他是女生的那种，啊，对，是男生，没有什么人会穿男生那一套，也是有啦，对，没什么嘛。老板还蛮帅的，老板蛮帅，但最帅还是阿派。阿范就是中二啊，不是我说的，武侠片看到的，但是他的脸蛮就是武侠，嗯，武侠感。小师妹汉服好哦，师妹登场，那这样陈思雅也要一起穿汉服吗？思雅要穿他自己的还是要穿公司的？穿他自己的，他自己有。然后他有一套，他去年握手会穿的吧？对对对，他去年 TTT 的握手会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个旗袍，是不是很好？哦 ，TTT 的，我记成了。旗袍那个是三单，对。思雅会很高兴。哎，我们一个小时，莫名其妙就一个小时。那这样，他穿汉服，然后你们穿其他的。思雅，我们那一天要穿汉服哦。先讲好，这样。然后我们突然穿便服，然后到时候集合的时候，啊，思雅，我们去换衣服，你去换那件换，我在这件换，然后换出来之后，他穿汉服，然后说走走走，出发了，上车。那个时间来不及了，来不及换了，我们要先上车。来不及跟你回家了。他一定会，他一定会翻白眼。被阴，被整人，生日整人活动。那我们要怎么样？今天有人送礼物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。我们有需要念榜吗？你们决定。我念看看。因为有人有念。那我念前五名。好。赵米娜的杯子蛋糕戒指。那件我觉得不要。嗯，我们可能一直坐在地上，嗯，看法站起来看。那我们今天的第五名是夏季帕皮塔罗太郎，帕皮塔罗，帕皮塔罗，谢谢在日本的朋友，嗨嗨。今天的第四名酱油派 Monkey。今天才见面。今天在接下来是第三名 CKUNK。CKUNK。谢谢 CKUNK。第二名是西西。谢谢西西。第一名吉米中。谢谢吉米粥，耶！粥，粥，粥，米粥。那今天差不多了，大家记得自己的抽号码，然后会收到座位。要记得收信，记得收信，记得填问卷。填完了吗？已经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现在就是确定位置了。啊。耶、yeah, ，那大家30号见哦，大家包包真的要很大吗？最大那种行李箱。
不行，行李箱放是不用到很大啦，但是可以装得下。到时候你可能没办法就是进场，就是椅子可能放不下。我们不保管的。对。晚安，晚安。你还在听温泉，对不起，我时间过得比较慢一点。谢谢大家。生日会见，1月30号。生日会，我的头没办法。你可以粘个胶带，就会，只是撕下来之后会，头发会不见。对，应该会非常缓慢。当兵的大力带该出动。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抽选直播，那就。结束今天直播，我们就交由工作人员。在哪里啊？右上。